这个蒜哦，那个汤好喝。嗯，六碗汤哎。那蒜头煮过以后就变甜，生吃就很辣。嗯。糊了，还要碰了，哦，豆角，嗯，哦，好美啊，哦，一个话碰的，哎呀，他给我喊碰，真的要碰啊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吃很过瘾啊！谁想摸它？大便，大便，谁想要赢钱？那我们四个都摸一下吧。大便了吗？对。啊？对啊。有大很多吗？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，不用擦的。我们要给它洗洗。洗洗比较舒服。一万的话就三万块。哎呀，来了，都来了，哼，搞什么东西？广东人没懂。哎呦。哦，嗯，哦，嗯，永康，你就将我铺一个繁华。抗议了。他站，哎，他不敢站浴缸。他没有弄过啊。就像我们去桃园的时候，不是那个水盆太大了没有？吓到。他不要花椒用爆的啦。
天嘛是无得大。让他习惯就好了。放，让他放水，怕来不及。要用将流春头冲的。借鬼好了。啊。借鬼啊。什么叫借鬼？借过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看你都那个，手上应该条子很多。我要来借过。是的，他当小朋友。砰！借过。哎呀！这个没有条子哎。四万被我摸上来了。是哈、哦。我摸上来打二万的。哦，我还差二万对嘞，因为我牌很漂亮、哦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打。打二条摸个三条，去一四七条不去白。不甘心嘞，恁两个有在，有没有在那睡觉？我叫心虚。嗯，在骂人呢。这只害我不敢打，我手上摸着这个白的，啊，你好白啊！我真假呢？臭妆，白。可怜啊，还不敢自摸呢。那水光没线了。啊，北光没线，北光当眼睛的啊。哇，没有安全牌。六万。可怜，二十六七，还有四十六一只哦。这时候来，
听牌没牌了六万。嗯，因为你害我这次还我不敢打，打的时候你要拿出来要，以后又不要，还有摸这个。没啦。没啦，当然没有啦。没牌啦。啊、不，这个打六万哦。我怎么会六万啊？打一鸟啊。我这很敢呢、欸，我刚刚就在讲说，元亨那个谁打的时候在。我盯了五条。